It's my life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八道哥。今天刚开始体验第一天，应该说是两个小时。魔物猎人这款到底好不好玩？我个人玩到今天第二天为止啊。这个画面是昨天的时候，那昨天先玩个两个小时，后来关台之后，我再自己继续玩。目前战力是玩到一万八上下。还蛮好玩的，其实我个人觉得有的人喜欢这画风，但有的人不喜欢。那当然是，我觉得你要去玩一款游戏啊，除了是它的画风以外，有没有？像我比如说举例说，完美叉叉世界好了，完美叉叉世界 N， 这个画风也是挺好、挺炫的。但是呢，玩到差不多，你是这种 RPG 游戏玩差不多第一天的时候，知道说它到底是不是有些游戏它只有氪金你才会继续玩得下去啊？那些游戏就是耐玩跟不耐玩。那这款游戏到底耐不耐玩？我玩了这么多游戏以来啊，我觉得游戏的话，这个日本版这个游戏公司这个出的，我觉得蛮不错的。魔物猎人我之前也没有玩过，我这也是没有玩过这一款的。当然是他上的其他平台的游戏，比如说像 PS 这种的，我也是没有玩过。那为什么我会玩这款游戏？我想说先来体验，好不好玩之后再跟大家分享。那玩到现在呢，我觉得是赞的，我觉得是赞。为什么？我觉得它里面内容其实也是蛮丰富的，内容本身也是蛮丰富的。除了是很多任务以外啊，就看你要不要解而已啊。你有解的话，当然是你有这些奖励了。那如果想一天玩个两个小时也可以，或者是一个小时，看你本身自己战力，然后去选择打一些活动任务啊，或者一些章节，你可以去自己去安排，看一天要花多少时间玩。我这种游戏其实它就是跟卡牌游戏类不类似，是有点类似。我觉得首先他的画风好不好，我个人是喜欢的。刚刚说到那个话题，那有的人不喜欢，我也是听过有人不喜欢的。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，你要去玩一款游戏，除了是在意他的画风好不好以外，你还在意他里面的内容。这个内容我觉得可以，本身是觉得可以的。那如果说你们自己玩的还不错的话，还有什么一些小配宝啊，我还不知道的，你们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，让我知道一下，好不好？那今天的话，我开台的时候还会继续玩一下。那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有没有可以先到我的粉专 FB 搜寻霸道哥，先按赞，然后按抢先看，然后我等一下如果开台的时候有没有，你们就会收到我的上片通知。YT 也别忘记帮我按一下订阅，按一下喜欢。那当然，如果说有些现在玩到，像他是19号开始的嘛，如果说是从19号开始玩的那一天的人啊，如果说你们觉得说有哪些角色推荐，好吧，或者是宠物，或者是一些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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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知道一下。那我说之后啊，如果说有这个人物，或者是有这个宠物，觉得不错的，好，可以先把它留下来，好不好？好，以免说好把它放在那边，我自己都不知道，好吧？有的五星也是废角啊，对不对？还有的五星很强，我目前知道是老头啦，好不好？跟这个主角是还不错，其他的话目前是还不太了解。那有一只麻痹，我现在手上有一只麻痹，这只啊，这个也是不错的，好吧？有没有在这个画面里面？目前是还没有，因为我录这个画面的时候是我昨天的时候，好吧？那我昨天又来抽一下五星啊，本身是还没有氪金啊，本身上没氪金啊，再玩看看的，知道，好吧？
那各位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。感谢追踪按赞啊，继续。按赞这个字符。